战斗机飞行员的飞行头盔，一直以来都是人机功效发展最前沿的装备之一。其外形和内部功能正和在不断与时俱进的同时，还要保证贴合飞行员的使用要求和习惯。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，同样是70年代，头盔瞄准器大规模应用于80年代。最新的美军 F-35 联合攻击战机的头盔，技术人员需要使用头部扫描的数据定位头盔光学系统的位置、飞行员两眼之间的距离。目前我国飞行员 AR 头盔系统已初见雏形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